两件手机真是夹不住商家单一种。大家好，我是婉婉，一个在华强北开公司做二手的00后女孩。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批发市场了，想了解二手详情那都关注我吧。华强北市场最新报价5000多的预算，咱们呀就可以上岛了，还是全新的苹果14 PM， 你敢相信吗？这一筐全部都是全新的 iPhone 14 PM， 128G 的拿货价是5352，6G是5900，婉婉呢就加一个跑腿费，128G 的5599起就能拿下了，180天的质保还送这么多的配件，你们收到插卡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随便给你们拿起来看一下这些机器的成色，全机它的原机模都是必须带的，而且机子的边框都是零瑕疵，包括听筒簧尾插都是没有任何人使用过的，屏幕在反光情况下也是没有一丝划痕的，全机的完美屏。把心留好，通过官网查询都是未激活的状态，手机过以后也是会满保365天的。把手机连接电脑验机，爱思全力充电零次，手机有锁版本的需要配合卡贴一起使用，配合最新的 2P 解锁，100%稳定，体验基本和国行没有什么区别，就是小白也能轻松搞定。如果同样给你5000多的预算，你会选择 iPhone 14 Pro Max 吗？评论区告诉婉婉。